所以战绩好一定有它的原因呢。其实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结合方式，像第二阶段呢，像罗国林啊、张敏勋啊，今天先发投手黄子鹏啊，都有很好的表现。对，右半边方向的深远飞球，这个球右外手第一时间没后退就来不及了。小竹安打的伊东孝现在是很轻松的站上二垒。伊东孝的脚程快，然后右外野手这第一个时间啊，守的会又比较浅一点，这个飞跃的右外野的防区啊，那伊东孝刚刚也做得不错，他可以自行来判断这个球他是看得到的，所以自己的脚程快又能够看到整个外野的球处理的状况，所以决定跑与不跑在他的那个判断。有没有在借由这个跑垒指导员，由他自己来判断？对，跑垒指导员这个时候来引导，反而会让他跑垒的那个判断稍微顿了一下。